上起来的时候身体状况就都还不错，所以想说今天除了保金战术以外，想要再试试看自己创到几个。我觉得家人跟朋友还有教练给我的期望很大，所以我非常辜负他们这六年来的陪伴跟支持，所以今天终于完成这个金牌跟连霸还有破纪录，我觉得那个压力都释放出来，所以想要大吼一下，也很久没有那么真情的吼出来，所以特别开心。因为我把他当朋友在看待，因为毕竟也是他让我成功继续坚强下去，所以我也把他想象成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，以朋友的方式去跟他相处，会比看比赛来的轻松。因为这场目标本来设在打亚运标，但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的心态有点问题，太想要赶快打亚运标，所以就是自己心里会产生很多想法，然后就很杂乱跟紧张，所以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。所以我现在新设目标就是在国标赛的时候能把这个亚运标达到，然后并且再破一次自己个人最佳。